992，燃宝星星就在这里哟、哦！我是那个拉丁舞主播唐嫣，不准确应该是国标舞主播唐嫣。然后刚刚我跳的是那个国标舞中的拉丁舞，拉丁舞中的那个恰恰恰恰恰。谢谢。没讨厌，我们在搞，麻烦，怎么在那搞？谢谢，谢谢一路走来还是一个人哦，谢谢。还有李佳图哥哥，欢迎，谢谢哦，谢谢对唐嫣的支持。想当场控的话，记得联系一下我们麦序上的黄马，然后关注一下我们一号麦、二号麦、三号麦的主播哦。我是唐嫣，点关注不迷路。刚刚那个，我现在脚有点受那个旧伤复发了，然后那个脚不太，反正不太好。那个跳的舞比较短哈，那个舞蹈比较短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、理解我一下。再来一支那个，还是来一支伦巴，然后缓一下，我也能缓冲一下，你们视觉上也能缓冲一下。我选一只。Did you ever think of me as your best friend? Did I ever think of you? I'm not complaining. I never tried to feel, I never tried to feel this vibration.Never tried to reach, I never tried to reach your Eden. Did I ever think of you as my enemy? Did you ever think of me? I'm complaining. I never tried to feel, I never tried to feel this vibration.Never tried to reach, I never tried to reach your刚刚唐嫣跳的是国标舞中的拉丁舞，拉丁舞中的伦巴，跳了一支抒情的伦巴，然后送给你们呢。喜欢唐嫣的话，记得点一下关注，
电脑端点击左下角，不是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，点对勾，然后左上角那个手机端点击左上角，黄色小桃心。喜欢唐嫣宝宝的话，记得点一下关注，然后想当场控的话，联系一下我们麦序上的黄码。缓一下，让我缓一下。然后关注一下我们麦序上的主播，一号麦、二号麦、三号麦的主播，不要离开992，还有很精彩的节目在等着你们呢。刚刚那个，请大家理解一下，我现在那个脚巨疼，我只能这样形容，巨疼。然后那个跳的，时间比较短，然后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一下唐嫣。主要我是那个运动员，应该这么说，就是我们是国标舞运动员，然后一般都是超越极限，超越自己的极限，然后一直在运动，毕竟搞竞技的嘛，所以身上的伤会特别特别多。我再还是再来一支那个桑巴，还有一支桑巴我没有跳，还有1分钟那个一支舞的时间，然后带给你们，带给992的朋友们。上吧。送给你们呢，不是那个桑巴，桑巴舞送给你们。欢迎新来的朋友哦，欢迎新来992的朋友，燃爆心情就在这里哦。喜欢唐嫣的话，记得点一下关注；喜欢拉丁舞的话，更要点一下关注。主播主要是跳国标舞的。
缓一下，咱们五一班比较累。想要当场控的话，记得联系一下我们麦序上的皇马，记得是四两，联系一下皇马，然后关注一下我们麦序上的主播。我得缓一下，缓一下。一会儿，唐嫣下了那个992之后，然后10点会在自己直播室直播。想要了解更多的那个国标舞的话，记得去唐嫣直播室溜达溜达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对唐嫣的支持哦。然后看到你们送的礼物了，谢谢，我不一一感谢了，谢谢你们。不要离开992，还有很精彩的节目在等着你们。关注一下我们麦序上的皇马，然后不是那个主播，想要当场控的话，记得联系一下我们麦序上的皇马，不要离开哟。记得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。拜拜。